大家好，这里是 Tour Tray， 来自商场问下 Rebel on Face。然后今天呢，来这里录江峰杰的第二首单曲。今天我们要录这首歌。对，这首江峰杰的第二首。这个风格好像跟你平时不太一样。对，之前没怎么做过这个风格，但是也是第一次算尝试一个偏 House 的一种歌的风格吧。然后唱了一下不一样的唱腔，感觉挺好的，全新的感觉。应该能给大家一个全新的感觉啊。那我们就开始录吧。可以，有请。哎，那个秤是怎么了？你看看怎么弄一下，要不要看那个D？哎，好了，像你答应的，我是不是每天我们会飞驰在日落大道上，每天从日落那到了大早上，我们要停留在爱情旷野下，别人的别墅还没我的房间大。哎，很好，我们接着往后走，这句挺好的。天，我们会飞驰在日落大道上，每天从日落那到了大早上，我们要停留在爱情旷野下，别人的别墅还没我的房间大。我们去开郊外的 party， 你想去到哪里就去哪里，现在就像失去了它意义，你总是要让我感到迷离，怎么让我们来重新定义，寻找到那陌生地方隐秘，所有人都知道我追求你，让所有人都知道我追求你。土人前面这一段那个律动感再强一点。好，就是那个对对，那个律动多一点点。Okay. 然后到最后两句我们单独录吧，最后两句我们就不连在一起了。好嘞。身边环绕身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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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这样呢，就是第二段就开始哒哒哒哒哒哒。然后 back 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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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就是后面那个就是一个 back up， 就是做回声，就是唱就只唱一句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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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我感觉唱不了啊。不是，它跨度一下子很大，我要假，要么我就全，要干脆就全部都假声。哒哒哒哒哒，假全部假声有点怪。欢迎你来到我身边，欢迎来到我的电视，欢迎你来到。欢迎你来到身边，欢迎你来到，欢迎你来到身边，欢迎你来到我的电视。或者我们这样呗，我们先把 verse 二录了，然后 bridge 给录了，然后副歌我们出来了，慢慢想呗。嗯，可以，可以。那我们先把那个副歌全打开吧，然后我们先录 verse 二。对。欢迎光临在的公司，欢迎你来到我身边，这个的时候上面都是有欢迎光临我身边的 backup 在后面，就是做了很轻，做到后面来到我身边，欢迎光临在的空间，欢迎你来到我身边，我总啊铁道的一束花。铁道爱情一束花。我再叠一轨，再叠一轨，不是的，不是左右的。在路边的花，你会看见了吧？把音乐开到大，你就能拿到它。在路边的花，你会看见了吧？我想你的他，你能发现我吗？带你去花店，咖啡店和茶壶店，上路还发现童年的糖果店。你想去哪里？
想你打一个我私奔每一天，我们会飞去在日落大道上，每天从日落那等到大早上，我们要停留在繁星光夜下，别人的别墅还没我的房间大，我们去开向外的 party， 你想去到哪里就去哪里，尽量尽量失去了它意义，你总是让我感到迷离。OK， 我觉得 OK， 哇，很棒这首歌，哇，感觉是呈现出跟前几首不一样的感觉。对，印象是一个全新的尝试嘛，感觉录的也很开心，整体的感觉，这首歌可以期待一下。欢迎你来到我身边，来到我身边，欢迎光临在的空间，欢迎你来到我身边，来到我身边，欢迎光临在的空间。想牵你的手，还在路边的话，你会看见的吧。